什么叫个人战啊？个人战这三个字还是很好理解的吧？个人战，什么叫个人战？这个要怎么给你解释什么叫个人战呢？一个人的战斗叫个人战。关键你知道吗？我们听着还在给他解释，你知道吗？还在给他解释。一下突然那魔镜那事儿我都已经忘掉了，刚才我恍惚了一下。哦，个人战哦，很好。